全国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。哇，在三个交易日就要封关了，好，那就要准备过年了。那也希望啊，在谨慎的这几个有限的日子里面啊，所有的投资朋友哦，尤其是特别加入我们赖好友的，大家都可以赚到自己心目中的想要的那个红包钱啊。好，那今天车标好，先跟他提醒一下今天节目的重点啊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还有一档预告过的百元俱乐部的股票，今天又喷出了，好，那今天力旺创下波段新高 ，M31也是一样，今天一样持续的做当冲了，好，等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好，要特别跟他提醒一下，我们要用力分享的这一档百元俱乐部非常的重要，为什么很重要？我等一下来告诉大家，好，等一下来告诉大家，好，那最强的 AI 的这个概念股啊，好。我说过嘛，最有爆发力的就在我手里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到，昨天的整个 AI 的类股、哦、很强哦。你看今天全部都倒一片，哦，你看像奇宏下来，哦，台光电也是创新高之后，也今天也稍微预压下来了，哦，还有这个双虹也是一样，他们都是创新高之后，你看出现压回，哦，还有广达，哦，今天大概只有技嘉稍微好一点点啦，哦，不过相对因为它股价比较低一点，可是你看哦。我说过嘛，如果你要买这一些你已经知道的 AI 的概念股的话，啊，你们垂挖啦，你甚至你要买什么广达这些股票也不用参加老师嘛，大家懂我意思吧？这种半圈子股不需要参加老师，可是如果你想要买这类似这一种的，你看今天喷出咯，哦，今天喷出，虽然没有喷涨停嘛，但是你看到今天转强喷出哦。早盘我在节目，在这个我们这个不是直播间啦，我们今天在这个群里面有特别提醒过哦。好，哦，这是我前几天就跟他分享过的，也是 AI 的概念股。你看今天转强了。那为什么这些股票会转强？那为什么这一些你看哦，已经创新高的股票反而是压回？因为大家别忘记了，这一些都比较占全值啊。所以当大盘今天重挫145点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些股票会不被影响到吗？不可能嘛。你说广达不会被影响吗？你说台光电这些不会被影响吗？你说奇宏这些不会被别影响吗？一定会被影响，大家懂我意思吧？所以我给大家的 AI 的概念股，就像我讲的，我今天要跟他聊的哈，为什么说最有爆发力的？为什么我今天不去跟他聊奇宏，我不去跟你聊双宏？因为这些股票已经外资新闻啊，特别是一些公开的媒体已经讲的非常的多了。哇，我跟你讲，这些股票说真的没创意啊，大家懂我意思吧？我们可以拿来解，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来分析台积电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问题是也是跌啊。今天你想要在这个市场吼，尤其在我这么讲好了，今天星期三了，只剩三个交易日就要封关了，在这个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来讲的话，你想要在封关前赚红包，你肯定要出奇兵的。所以为什么我给大家的股票就是不一样？我打开之后干不定解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就是今天喷出的股票。我相信所有在赖好友里面的都可以给我做见证嘛。我今天早上提醒的时候还没有很强嘛，后来拉上去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消息走漏吧，或者是有人共襄盛举吧，冲起来嘛。这个我都无所谓嘛，丢那就是安怎？这就是我在封关前要跟他提醒过的。如果你今天还是认为 AI 是主流的话，要走都要做这种的。包括我们今天要跟他分享的这一档，用力分享的这档股票也是一样。那为什么今天这档股票特别的重要？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好了。好，哦，等一下跟大家讲。好，所以我只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在整个封关前的布局，哪怕是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，哪怕以下个月过完年后来布局来讲的话，我个人的看法，这一些在底部起涨的这些 AI 的相关的概念股，表现还会是未来比较强的一个重点嘛？你看我们昨天公开的这一档。宜特有没有看到张拱涨停板今天持续的走强，虽然没有攻涨停板，可是你看哦，这个这是我跟他提到的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看好他？为什么我要分享他？为什么我说他是 AI 类股的门神？为什么我要带会员买进，对不对？你看1月26号我带会员买进在94块嘛，那你看虽然我们买的时候还不是100块哦，有会员就说：“哎呀，周老师，你当初买这个的时候还卖100块呢，啊，今嘛是不是100块啊？是变百元俱乐部了。我当初分享的时候还不是百元俱乐部啦，这我知道。
当初分享的时候还不是百元俱乐部，今天变百元俱乐部了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不是伊今麦一百块嘛，重点是我给你提气的时候你加啦，在这里提醒你的啦，还没变，还没涨上去就提醒你了嘛。我是不是讲过嘛？你今天买我的股票，哪怕每一只股票都赚10%，赚的是涨停板就出也可以。宜特是不是刚好一只涨停板多？没错吧？没错吧？是不是多我一支停板？那当然啦，参加会员还是赚的比较多一点啦。哦，不可否认嘛，对不对？高的细口呗，对吧？是买的很漂亮，刚好买在这一个目前的什么短线的起涨点。撇除宜特不聊了，哦，反正都公开的股票嘛，对不对？有加入赖好友了，你已经知道了，你就继续赚。不知道怎么买卖的，点位不会抓的，记得问。安尼就好啊，重点就这点简单。就好比说今天千金股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力旺创新高了 ？M31持续喷出创新高啊，有看到不？我相信我在节目上跟他分享的这几档千金股，当然我不可能每天都去操作它了，但是我有个习惯了，今天谁比较强，我们就做那一只。所以呢，今天还是一样持续操作 M31，虽然今天尾盘有点掉下来了，我们就先看 M31 来，因为 M31算是我这一波千金股里面来讲的话，获利最多的，价差算最多的。你看，累计到今天为止操作11笔。好，再一笔啦！好，给他多一回三十一嘛！哈，累计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月一共操作11笔，把都当冲，最少的赚3万，最多的昨天这一笔有赚到10万块。好，你看累计起来68万。好，全部哦，所有的 M31操作我都是以当冲为主，包括今天也不例外。虽然他今天给我压尾盘，好在我早上抓的点位还不错，就把它平掉了啦。好。昨天也是一样，你看哦，昨天 M31波动比较大，所以它的这个价差比较多，昨天是带1600买进，1700卖出，都要探子板，好，刚好赚10万，这是昨天的。虽然昨天不小心给我拉涨停板，但是我昨天是不是跟他提到，我说不用太在乎后面的这个少赚的部分啊，因为后面少赚的部分，我可以在今天把它赚回来，我可以今天把它赚回来。所以昨天有人会觉得说啊，这是那个白雕啊，这可惜，对啦。通常有时候股票卖掉之后冲涨停板，的确会有一点改油改油，大家听我意思不？但是在我的想法就是，你要想喂，做唔对的人就追呢。最近很多人在做空啊，被嘎的乱七八糟的，亏屁股的比比皆是啊。但是咱个是谈的啊，所以我觉得，反正我觉得好，老外红谈还袂散啊。后面这段就给你们吧，我们今天持续的把它赚回来。早盘1730买进，1800卖出，当中今天再赚7万，你看是不是把昨天少赚的部分，今天一把就赚回来了，还多赚呢。所以昨天的涨停板真的，我们叫少赚吗？不见得哦。就很多人的想法啊，你就是减赚，没啦，今天给它补回来啊，今天把它补回来啊，也算是这个月以来，从一月初开始跟大家推荐 M31以来。一个漂亮的 ending 啊，明天会如何？我们先不去讨论它。至少我觉得这个月以来，亲爱到处朋友，自从月初周老师告诉大家，对不对？千金股，那时候还有人在讲说，周老师你为什么突然间讲千金股？以前都很少在讲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前我分享过的股票最贵最贵，大概就是大概200多块了。可是为什么今天我要开始操作千金股？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月开始？就是因为要过年了，再来最主要是在于说，记不记得我当初有跟他讲过，在大盘还没有创新高的当下，好，在一月初的时候，他们印象那时候大盘还没创新高的当下，是不是大盘先做个拉？因为选举嘛，是不是先拉回修正了将近500多点？我那时候是不是告诉大家一个观念？我说，通常来讲，大盘拉回的当下，我们要去买的是什么相对抗跌的股票？那个时候他们发现到很多千金股。几乎每一档啊，都是维持高姿态整理。你看，除了撇除 M31不讲，你看翔硕是不是维持高姿态整理？我当时跟他讲，它是沿着月线在涨的。四星它也是沿着月线在涨，表示说这些千金股它都是有个脉络可循，大家懂不懂？而这个脉络可循，只要你能够掌握得住的话，就是你爷啊，就是你爷嘛。
但是我是不是跟他讲，我不可能每一档都做嘛？不可能啊，因为就打机动被打。对，好了，我的确我有会员是很有钱的，没有错。那我也不可能每一档都带啊，所以我就挑几档我觉得比较价差好做的，波动比较大的，每天的价差比较好赚的，就挑这几档来操作就好了。那当然 M31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了。主要在这部上开始跟你讲 M31 跟目前为止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请问一下，最近来讲盘面千金股有哪一档比 M31 更强了？你跟我讲，就看你们本事赚到而已嘛。打电话意思哦，推荐归推荐，分享归分享，可是很多人还是赚不到。那为什么你赚不到？就是因为你今天不是我的会员嘛。只要你是我的会员，按表操课，我告诉你1600你买进，1700你卖出。你看昨天这一笔赚10万，虽然后面拉涨停板，哎，有点可惜，但是不会啊。今天立马连本带利赚回来，1730买进，1800卖出。好，别忘记今天早盘是开低的。好，你看我挂这个点位挂得多漂亮，有没有看到700块？台不会盘跟我没关系啊。好，杀尾盘跟我没关系哦。好，聊完 M31，我们来聊力旺，因为它今天是创波段的新高。力旺，我昨天有跟他提到过，他这一个月其实他的波动真的不大，是一直到今天喷出，感觉起来好像涨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月零钱来讲无好呢，你看最低大概在2500附近，一直到今天冲上去，总算看到比较高的价格，看到2800了，哦，有300多点的价差，哦，有300多点的价差，所以这个月来讲的话，因为力旺它的波动不是每天都那么大，所以我的笔数也比较少了，你看1234567七笔而已啊，没追，好，这个月。平常心讲不多，因为它这个月波动真的不大，它不是每一天都有办法让我们可以抓得到那个价差，懂吗？但是我还是尽我的最大的努力做的啦，尽我的最大的努力做的啦。好，那么呢，到目前为止，光力旺累计价差48万，有留仓单。好，我在1月18号这边有个2500块的这笔当基本单的啦，就把它留着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基本单持有啦，好，基本单持有。那你看，光这笔单到今天为止，你看30万嘛。一张啊，38，你们看到2500买的嘛？今天最高来到2800了嘛？是不是30万你就有了哈？昨天1月26号2620啊买进，然后2700卖出当冲，昨天小赚8万块。其实昨天波动并不大了，我说过嘛，去头去尾探中，安尼嘛是也塞了哈。那今天先开低嘛，好跟那个，因为昨天道琼是压回的，所以今天很多千金股啊，早盘都是先压回的。可是呢，我一样call进，好一样带会买进。我们在2670买进，在2800把它冲掉，今天小赚13万，小赚13万，因为它今天波动有到了，区间有到，小赚13万。所以你看整个力旺的操作来讲，到目前为止虽然出手的笔数并不多，但是你看已经实现了获利，有48万的价差，有隔日冲的，有当冲的，那还有一笔波段单，波段单我还没加进来，如果把波段单加进来，请加帮我加30万，那就是78万，按了78万。所以我觉得以力旺这个月的波动并不大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赚个48万的价差，不含波段单哦。我个人觉得啦，已经算表现不错的啦。哦，如果你要我给我自己打分数的话，我觉得至少70分的水准啦，哦，70分的水准啦，哈。那我们不能把自己圈得太大，哦，圈得太大。那除了这几两档之外，哦，也有很多人在问了，老师，那创师，那你翔硕最近还在看吗？有啊。哦，你看我们这个波段单还在啊，哦，这个是1750的波段单也还在啊，哦，但是最可能波上叮当啦，啊，哦，所以说最近来讲波动就不是很大，那已经实现的获利有当日冲的，有隔日冲的，也有28万了，啊，哦，那当然也有人最多人一直在拭目以待的这个材料了，哦，最近我也没什么动，这两天没什么动，因为这两天一直都在这边哦震荡，我一直在那边震荡。区间也不是那么好抓了，所以说如果你已经有买材料了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，也没关系，记得多多益善，尽量蒙啦，好不好？我们那个赖好友群哦，闷几年啦，你不会说你问问题还跟你收费啦，不会啦。你有任何看到这些股票的问题，因为我不可能天天都提醒嘛，好，节目的时间很有限。哦，这么回事，这波贵也啦，哈，时间很宝贵的，所以呢，大部分的时间呢，如果你真的有一些股票的问题，哦，包括我之前所分享的股票，或者是你有买到了，哦，有分享到，有看到我之前分享过的一些百元的俱乐部的股票，哦，你都可以再问，都可以在群里面问我，哦，这只要你加入赖好友，好不好？好，哦，就这么说定的啦，哈，哦。那讲到千金股，来跟他预告一下啦，因为今天是1月31号了嘛，哦，明天开始有一个新的月开始。
虽然接着要过年，几乎去了大半个月，都没有办法操作。可是呢，我这边先跟他预告一下好了，好，我们先做个预告。我要预告什么？一样是千金股。我今天要跟他预告的是什么？就说在这份千金股的名单里面，你所看到的有联发科、川湖、四星、翔硕、创意、力旺、信华、普瑞、大力光、影威、微影，还有 M31 加泽、旭准材料跟亚德克，当然还有一些后续进来的啦，一些高价股。好，我们就以这个名单来讲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个名单来讲的话，从明天开始，好，我会为我的这些会员，我们指比较高阶的，像青睐会员、金钻会员，好，我会重新量身打造一档新的高价股，好，一档新的千金股。那原本的呢，我这么讲好了啦，我如果现在要你加入我的会员，我们还是在做 M31 的话，你不一定能够赚到很多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再来带你做利旺的话，你也不一定会赚很多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跟他讲这个事情，就说如果你也想要运用这种高价千金股啊来做当冲做套利的话，也许当冲，也许隔日冲，也许做个小波段的话，我这边可以直接很跟你预告，有兴趣的一样在这份名单里面，但是我不告诉你是哪一档，因为从明天开始我要重新打造一档新的千金股的价差。有兴趣的跟助理联络，好不好？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，也可以打电话跟助理联络，只要你有兴趣一起赚的投资朋友，好不好？资金只要够了，因为毕竟千金股股价真的比较高了，上俗的一年都花不起啊，对不？你看这个 M31 从还不到1000，从还不到1000块就提醒你啊，这一定起了嘛，已经冲上去了、啊。所以我今天当然了，没办法，不是说我今天我不带一些低资金的人去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有时候也要考量到你买得起买不起的一个问题啦。好，所以说有兴趣的投资朋友，我这边先跟他预告啊、哦，如果你有兴趣跟着我一起做加差做当冲的话呢，以千金股来讲的话，撇除 M31，撇除力旺，还有其他我们已经公开过的，我重新锁定了一档，好，这档股票我今天节目上我不公开，但是我让你知道是哪一些候选名单在这里。但是我卖给你讲对机，有兴趣的想要对您谈的，我觉得这档股票接下来将会是比其他千金股更好做的那一档。好，我先预告喽，好，先预告喽，好，今天1月31号嘛，好，先预告喽，好，好了。那讲完了操作啊、哦，讲完了这个当冲的操作了啦，好、哦，也把前面的都跟大家做个提醒了。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，好、哦，我们今天的节目的重点了。那今天节目的重点，就像我侧标所写的，好、哦，用力分享这档百元俱乐部。不瞒大家讲，这档股票我们前几天有分享过了，前几天有分享过了，亏损的股票。那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又把这档股票拿出来分享呢？我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就我的观察了，好，在我所分享的这些百元的股票里面来讲，撇除你已经知道的像怡特，哦，你都愿意赔不紧。如果你有买的，已经有获利的，我也恭喜你啦，红包钱就是这么赚到的，哦，这金刚山。那撇除掉已经我们公开的，你已经知道的，我个人看法了。在我分享过的这6-7档的百元俱乐部的比较的里面来讲的话，其实我不瞒大家讲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档，真的哦。那你可能会说啊，周生你不喜欢怡特吗？不是这样逼搞的啦，哦，五只手指头伸出去都不一样长啊，对不对？对不？我不能说我偏心啦，但是为什么我特别要跟他推荐这一档，一定有我的理由在嘛。就说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跟他推荐这一档，一定有我的原因。我们先进广告，等一下回来告诉你好不好，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今天要分享给大家这档股票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金融献瑞贺新春，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
02-8511-3366 鼎业投顾。相信从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第二阶段的节目一开始呢，一样先跟他提醒一下，从明天开始，在这些千金股里面来讲，我要重新打造一档，我要复制 M31 模式的操作方法，有短线有当冲，哦，当然我会规划一个波段，只要你的资金够的，好不好？跟线上的助理联系哦，跟线上助理联系，哦，也可以赖询问，也可以了，哈，只要你资金够的。好，在开始讲今天要分享这档股票之前，来，我给大家看个东西。美股盈余，这间公司啊，好，这间公司哈，连亏十季啊，一季是不是三个月？意思他连亏几年？大家懂我意思吗？这间公司哦，好，你看从2021年第一季开始巨亏之后，你看几乎没有赚到半毛钱，拢了钱呀。意思讲这三年，伊拢了钱。你知道是哪一家公司吗？你们知道是哪一家吗？神盾，你会不会吐血？哈，神盾连续了三年呢，对不对？一季是不是三个月？连续了三年耶，从2021年亏到现在啊，可能最近会稍微好一点。啊，飙到安尼，你看，自70几块飙到今嘛偌济，飙到300亿啊！股票市场里面的一些常理，说真的，我们真的很难。我说真的啦，如果你太着重于基本面的这一块的话，基本面你走会买落去。你看哦，在整个神盾集团里面来讲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我分享过的其中一档新鼎，好，你看这边有罗列嘛，这几档没当大涨，包括像神盾、安格、迅捷、新鼎、安国嘛。好，那安国今天是涨停板嘛，还有神盾涨停板嘛。在他集团里面，我曾经分享过的是新鼎。当初我为什么分享新鼎？至少他还有赚钱啊！我们从44块这边开始进场的嘛，好，虽然后面卖在最高点，但是你看哦，着实也让我们知道嘛，对不？整边的力量嘛，家族的力量嘛，对不？老爸出来喊一声，妈妈、儿子、女儿全部都出来跟着一起蹦蹦跳跳了。哦，的冲起来啊！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这个跟我今天要分享这档股票有没有直接的关系？我告诉大家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为什么我还是要讲？因为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当然我们不是来比烂啊，是不是越烂的越会飙？不是的，我是要告诉大家，很多股票它烂到最后，如果你看哦，今天为什么我要跟他讲神盾？你看哦，他虽然连亏三年，但是有没有发现到，他后来这边就开始不破底了。公布营收的时候居然没有破前低，你们懂这个意思吗？就说几年来病入膏肓，都已经癌末第四期了，医生等着算日子，
对不对？连殡仪馆的人都在等你了，结果你既然没死，又回光返照，又冲起来的话，这什么道理？他吃了大补丸吗？还是吃了仙丹妙药？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我现在为什么我觉得这张股票很重要？它其实它的底部就跟神盾这里非常的类似，利空对吧？我也亏啊！你看我去年亏了快2块钱啊，可是我告诉你哦，我今天跟他分享这张股票，它就跟神盾一样，它没有破底啊，没破啊，这条意思哦。去年亏2块钱，居然没有破底，而且这两天哦，大盘今天大跌哦，它今天还是涨的。但是我今天先不给他看走势图，我只是要告诉大家，请和倒数朋友，很多股票当它利空不跌的时候，就是非常好的买点。所以哈、哦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分享过的这几档的百元俱乐部的股票里面来讲的话，我凭良心讲，我最喜欢这一档，我最喜欢这一档。它未来的爆发力如何，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讲。有兴趣的投资朋友，我只能告诉你加入赖好友，好让你知道一下，就是说周老师的选股逻辑，为什么我这么看好这一档股票，我的理由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只要你加入赖好友。这张股票一样分享给大家，好，分享给大家。好了，节目最后预祝所有的投资者的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